No. Very cute. 天气太热了吧 ？Hello， 小雨。是啊。小雨呢？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笑的人，他叫什么？阿 Q。阿 Q， 这是 very cute 呢。小雨呢？看他 YouTube 频道订阅大概2332人。太少了吧？太少了吧？所以呢，小雨辗转的要到他的邮局存折，我会不会被告啊？急！小玉呢？开始呢，要看他一到三月的收入记录，1000元，太少了吧？这根本是班户罗斯要存的钱吧？3个月才赚1000块，当什么 YouTuber 啊？他可是很努力、很认真、很打拼的呢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小玉啊，这边恳请大家去订阅他，去他的粉丝页按个赞，你们说好不好呢？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跟我约炮。你们说什么？在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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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说什么？1000元，这个1000元根本就是好人半户头时，这根本是半户头时才要存。这根本是半户头时要存的钱吧？好，来。